我一生只做一碗面啊，我一辈只熬一碗汤，生一干面你不如卖面的嘛。这是我过生日时我媳妇花了我两个月的营业额给我买的呢，五十多个 W， 两三个月的营业额。哎呀，看一看这五十多个 W， 你看 是不是真的？嗯，我真是真的，估计在水里能飘起来。是开玩笑了，如果飘起来，我的电都给你。那你估计媳妇儿带给别人了啊？那怎么可能呢？你不相信你可以现试啊。二嫂，哎，你长得这么漂亮，天天跟着二哥在这干拉面的，有没有觉得委屈？我有啥委屈的？跟在二哥后面啊，娃跟我姓，钱我赚的，晚上还给我打洗脚水，都幸福的要死。看来这二哥是绝世好男人啊。二哥是好，不好我也不会选择他。看着二嫂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们的正宗红烧牛肉拉面是不是？它重油重盐重色。兰州牛肉拉面，它是清汤寡水，它不一样。那味道来说，哪个更好一点？这个是99%的人都认为我们这个红烧牛肉拉面比兰州牛肉拉面它要好吃的，不是一个层次啊！这不是我吹牛的，你可以有迹可循啊！我太爷爷就是给乾隆皇帝做糕点的，你知道吗？啊，至今有五代了，你知道吗？啊，经过我这么多年的摸索和改良，我认为我的面在全安徽省包括乃至全国比我好的拉面目前还没出现呢，目前还没出现。那全世界呢？全世界外地拉面，外地有拉面吗？你这现在的拉面水平比你太爷爷还厉害了。我是服务于全世界的，是不是每个元首们，他只给皇帝一个人做，我们两个不一样，知道吗？只要来吃我的面的人都是我的元首，知道吗？那你这么牛的水平就开这个小店？我跟你讲，一般的高手都在民间，你知道吗？我要钱没用，我不要那么多钱，我就开这个小店可以啊，一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就可以了，你知道吗？钱多钱少并不重要。听说你卖拉面都买了宝马了？对，就买了个5系，就50多个 W。那这拉面是不是卖得很贵啊？哦，那不是不是，15块钱全家福，有牛肉面啊，牛肉、鸡蛋、豆干啊，全套全家福啊。7岁以下儿童，还有70岁以上老人来本店消费全免啊。哦，就是老人小孩还不要钱？免费吃，都不要钱，都不要钱。那我要是吃一碗面吃没吃饱怎么办？我免费给你续，直到你吃饱为止啊。现在稍微生意稍微淡一点，拉个600-700碗，知道吗？生意好的时候都是800碗。快拉吧，还在那吹牛嘞，里面还有好几碗面等着嘞。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当初他是追我的，你知道吗？还是他追你的？他是看我有这个手艺，你知道吗？真的。给我拿个全家福尝一下。好嘞，绝对好吃，你知道吗？不好吃不收钱，你知道吗？你这手速可以啊，一分钟能拉多少碗面？正常的拉面是一分钟可以拉个8到9碗的，像我一分钟都可以拉10碗到11碗的。就你看这个，它能不劲道吗？你都这么厉害了，你的店为什么叫二嫂拉面，不叫二哥拉面呢？因为我比较尊敬我老婆，你知道吗？她跟着我后面起早贪黑，南征百战就20年了，将近20年了，是不是？要给她一点安全感呢。来，赶紧走，下锅就熟啊！一秒钟啊！我们看一下这一秒，你这一秒钟熟了没有？肯定熟了呢，揉都揉熟了，你知道吗？懂的人都知道呢啊！哎呀，这就是你一辈子熬的这一碗汤。对，大骨熬汤，它越熬越香。加点小葱，迷人的小葱花搞进去了。对，啊，牛肉，嗯。这可以啊，15块钱给这么多牛肉。不是你来拍我给这么多牛肉，一般人都给这么多牛肉。来搞两个标配。来我这里吃面都知道的，必须要搞个标配呢，你好歹要搞个标配呢。你这比那个兰州的肉蛋双飞实惠多了。对，就你看这个兰州的跟我们那个它没办法比啊。一个是清华的，一个是普通大学的，它能一样吗？它不一样啊。好，来，清华拉面。就你们看这个面，它能不好吃吗？啊，驱车几百公里啊，终于吃到了传说中的二哥拉面啊！这是据说是合肥拉面的扛把子啊！看一下，15块钱一碗啊！这个给了干子，给了卤蛋，牛肉量也很大，15块钱一碗面啊！到这边来，既能听二哥吹吹牛，又能看漂亮的二嫂啊，个人觉得非常超值。